小爱的快递，买的这是啥啊？哇，是小火山，又在偷偷寻宝。这小火山盲盒做的也太逼真了，拆一个看看。上面有很多岩浆泡泡，还有一条导锁线，拔开应该有宝贝。你有点害怕呀，点个小星星再拔好吗？点了吗？那我来了。哦，这火山还会喷发，不过还好里面有一个小恐龙。我怎么变成爆炸头了？吓坏本尊了。好好好，我收到话了，谢谢谢谢。耶，你动我的火山。我也不知道它会爆炸啊。这个时候小爱正在气头上，不难想象再不采取措施就会发生比火山爆发更可怕的事情。有了，对不起嘛，不错了。原谅你。那是不是可以一起寻宝啊？可以可以，来吧。等一会儿。哦，可以了。那我就再来一个。意思是里面会开出这么多种恐龙吗？对呀，商家说里面有黄金霸王龙呢。底下原来还可以撕开的，看看到底是什么恐龙。这么容易就打开了，看一下。哇，这个是十二星座项链，让我试一下。哇，居然变色了耶。再来一下。哇，变成绿色了。小爱你看，我还找到了十二星座变色项链呢。是什么星座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小伙伴你们告诉小爱这是什么星座，看看我的手气会找到什么宝贝呢。三二一，开吧！哇，里面好像有东西耶！原来掉了一个剑齿龙。这什么？这肯定是商家不小心掉的，太幸运了！走啥运呢？竟然跳出了20元！好羡慕啊！要不这个运让我来开吧？今天我欧皇上身，还是给我吧！黄金霸王龙，我来了！好害怕呀！这里头什么都没有，恐龙去哪了？原来不小心掉到地上了，竟然是个霸王龙。你们认识我吗？黄金霸王龙的身影都没有见着，商家都没句真话的，咱们找他去理论。喵耶！